胡万，怎么回事？胡万，嘿，怪了，嘿，刺筒吗？不是安顺皇家的人，马匪呢？马匪呢？马匪呢？就是马匪，马匪就是胡万。他县长夫人绑架豪绅，迫害何成百姓，就是你黄老爷家的胡万。我说你为什么不出钱剿匪？ 原来你是贼喊捉贼呀！你拿枪指着我，你拿枪指着我，你想跟我火并？你们看到了没有？这就是当马匪的下场，就算是我亲爹也得死，死有余辜。早安。 马匪胡万又让黄老爷枪毙了五回，大义灭亲，杀人灭口，杀人灭口，你就是马匪的头子张麻子。要是大义灭亲，那好办，你出钱，我剿匪。好啊，三天之后，一定给县长一个惊喜。汤师爷，他是胡万的恩人，现在又成了你的恩人。 你给翻译翻译，什么叫惊喜？翻译翻译什么叫惊喜？这还用翻译？我让你翻译给我听，什么叫惊喜？不用翻译，就是难道你听不懂什么叫惊喜？我就想让你翻译翻译什么叫惊喜？惊喜，翻译出来给我听，什么他妈的叫惊喜？什么什么他妈的叫他妈的惊喜？什么他妈的叫惊喜啊？ 惊喜就是三天之后我出180万，给你们出城剿匪，接上我的腿，明白了吗？这就是惊喜啊！翻译翻译，翻译翻译。惊喜就是三天之后给你180万两银子，出城剿匪，接上他的腿。大哥，这他妈是惊喜啊！小弟我愿意等你三天。好。 黄老爷，汤师爷是我的挚爱，你可不能夺我所爱啊！了然，了然。